大家好，今天和朋友们继续聊浑厚磁性的中声区。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曾说过，我在歌唱的时候连脚趾甲都在共鸣。其实脚趾甲未必共鸣，因为指甲不是腔体，但这话生动地描绘出了歌唱中整体共鸣的最佳意境。因此啊，在唱中声区的时候，不仅要有良好的口腔共鸣，同时向下方要感觉到咽喉以及声门向下激荡的胸腔共鸣，还要感到有口腔上方鼻腔头腔的共鸣，这才是完整的中声区共鸣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苏林歌曲《卡秋莎》。这个《卡秋莎》呢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典歌曲。在俄罗斯，这首歌是脍炙人口、男女老幼无人不晓的经典歌曲。来，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曲唱出浑厚有力的中声区共鸣，好不好？那么唱中声区啊，建议大家尽量用 O 型准来唱，这个是重点啊，今天我们要练的重点。O 型准，把五个纯母音都把 O 的口型来唱。唱中声区的歌曲或者唱中音的时候呢，尽量你看，形成了整个这个鼻咽腔、鼻腔、面罩、口腔共鸣，还有这个向下激荡的胸腔共鸣，整个连接衔接，非常有衔接的这种叫浑厚、充满磁性的这样的声音感觉就出来了。你看连接的非常好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起来唱卡秋莎，用这个口型来唱啊。我们用G调来唱这首歌曲，节拍是四二拍，四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有两拍，节拍会稍微慢一点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正当恋花开遍了天涯。指挥的手势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正当恋花开遍了天涯。好，来，每个字把 O 的口型唱出来，中声区尽量旅行。不要这样咧着唱，正当恋花开遍了天涯，这样这个共鸣，中声区的浑厚磁性的共鸣，腔体打开会缺乏。我们一定要用所有的这个O 的口型啊，正当恋花开遍了天涯，把这个腔体从口腔共鸣充分的做好，到向下胸腔共鸣，把它衔接好，通好这个管道，向上一直到头腔共鸣通好，向上向下都要通好，完整的共鸣打通它。好，刚刚上面我已经说过了啊，怎么样？向下怎么样？向上怎么样？那么你看，那好了，
手。来，这灯哦，这灯烈火改变了天涯。声音轻声的唱，别大声唱哦。再来，搭好共鸣腔体，全部打开。声音浓浓的贴住上口盖。来，这灯烈火改变了天涯。河山飘着柔美的细沙，啊，秋沙缠着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，啊，秋沙缠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提起眉毛，这个面罩，都是顾名。来，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，她乃歌唱草原的雄爷，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啊，唱着爱人的书写，啊，在歌唱心爱的人啊，啊，还唱着爱人的书写。看到没有？是这样的。那么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一定胸腔还是和平时我们唱的一样，要这样打开啊，要打开上胸。整个胸腔这样打开，你看上胸抬一下，打开。眉毛抬一抬，继续把声音贴住上口盖，这个鼻翼打开，胸腔打开，全部共鸣使用到歌唱里面。第三段，来。这歌声，姑娘的歌声，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，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，把秋沙的问候传达，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，把秋沙的温度传达。第四段继续，声音浓浓的贴住上口盖，像打哈欠似的打开胸腔，轻声的打哈欠，鼻翼打开一下，眉毛提一提，来继续歌唱。是浑厚的磁性的，是那种松的软软的松烘的啊，不是硬邦邦的中声区啊。来，这灯烈火改变了天涯，河山飘着柔软的轻纱，啊，秋沙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，啊，秋沙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那么我们的中声区在我这样一边说一边打开通开，这种感觉是不是中声区的感觉就越来越好？好，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到直播间进行交流，也欢迎大家给我进行强烈的推荐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